怎么啦？你今天又在开台了？怎么了？今天还有一档是不是？今天没有，又怎么了？关心一下你的工伤状况啊，这么怎凶么干嘛？没有啊？不是，我等下给你看一个东西啊，你等我这把打完。干嘛？怎么干嘛干嘛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啦？我问你干嘛？你先讲啊！干嘛？你等下看就知道了。还要藏个小秘密啊？算了啦，一定又是一些小鸡巴图啦，真正重要的也不会给我看啊。真正重要的还不给你看？我给你看一个昨天工伤那个啊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不知道重不重要，我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。感谢罗杰大大的开播，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六星好评，漫威瞬战超能。啊，这个重不重要？这个还是不重要，当没看到。还是我回他一个，来乱的就滚远一点。可是这个好像不是，这个好像是发工商的那个。反正没有关系，反正昨天那么认真介绍完这游戏2个多小时，他妈的，干有些他妈贱种不知道是怎样，去给人家六星好评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都这样啊。那你有回他吗？我不敢回，不知道回什么。你就是玩太久，六星好评才多，屁的。有心哦，哈哈哈！干，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唉，算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干，我感觉我将未来工伤都是岌岌可危啊！谁再给我说瞬战超能的坏话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我原本有个朋友，连打炉石的电脑副本都会暴毙。自从开始玩瞬战超能后，每个对手都被我们罗总打得像电脑一样，一路连胜，整个人都自信了起来。阿杰，我昨天下载漫威瞬战超能，可是我找不到超人跟水行侠什么烂游戏挂羊头卖狗肉。一小时好能结的。束的东西，看你那么认真玩3个小时，不给个六星好评，真的说不过去。干他妈都去他妈贱种。Good night.